来吧，这组成本5000块，直接给鹅潭成就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困难总比办法多啊！昨天咱们花了25000出了好几只野生，咱们今天继续冲刺，多技能工虫5+4加给炸！我操！开局就来这么刺激吗？旺吧！第二组4+4炸！画魂可以！我操！野生你妹的！暴力的一组6+我给个出。翻你吸血鬼，这烈妖，再来两组4+4，画魂可以，画魂可以，我虚拟面的又野生，这滋滋，我去，这还7技能，这只能回炉了。3+4，画魂3+4。日游神，这野生的概率会不会有点太高啊？这画魂也是垃圾，开始小店一本，炸画魂！我操！今天什么情况，兄弟们？疯狂野生，再来一组3+4，炸！日游神，我操！又是野生。来吧，吸血鬼，4+4，来吧，画魂，一组主宠，一组副宠，可以。哎，这吸血鬼7技能素质质很低，防治还可以，可以当归宿。画魂是拉了啊，这资质真的是一个字，没救了。皇宫这边换位置啊，咱们点3组枪，继续和。第一组十分的暴力，5+4，给个炸，又没成就。咱们最多的话是8技能啊，给个炸。哎，吸血鬼垃圾资质，画魂工资还可以，成长很 OK， 这不要炸了，出个8技能，坏了，两个臂带都出了呀。有6技能，5技能，5技能的话只能当回炉了。这波高资回炉直接炸了，随便出给个成就，画魂，再来一组啊，成就，画魂，我操！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兄弟们，这你妈出个宝宝，这都是几千块钱的东西啊！1500的工资，1.296的成长。我真的服了，新区练成这样真的不容易，他妈又是个野生，造孽！莫生气，人生就像一场戏，因为有缘才相聚，相扶到老不容易，是否应该去珍惜？为了小事发脾气，回头是爱又何必？别人生气我不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。这波资质很 OK 啊，有没有7技能？哎呀，这大火出的有点早了呀。4技能是有可以啊，5技能鬼魂出了，5技能6技能，这6技能的话先留着吧，先留着再炸啊。3+6直接给哥谈成就。这练妖，这还练个毛妖啊，这野生又是个野生，这两天光出野生就出了很多很多很多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概率调了还怎么回事啊，全他妈野生。来吧，4+4，画魂，我操，这资质，我真的服了，我是真的服了。来吧，4+4，画魂。风吹到林满处吧，喜也是
我操，终于出八技能了，虽然是只吸血鬼，我去，第一只八技能，未来可期。这几天的话涂山都涨价了，之前200多现在都要300多了，还有公式费。随随便便咱们先试个四技能，跟那个吸血鬼合一合，4+8，这把猪王叔成就了吧，资质无随给个炸，没出成就，涂山童还好是个宝宝，公子能忍，房子能忍，只要成长 1.2 以上，有木有？ 1.182， 这成长是拉稀了，这技能的话最多八技能，双排四个饱满，强力6技能是有了，7技能是有了，臂带还没出，8技能是有了啊，那只有8技能了，这资质。如果说咱们第一波练出这个，说实话可以忍，但是咱们已经画了大几波了，你说8技能涂山童忍，哼，那我只能说忍个锤子啊！咱们这个6技能画魂跟这个8技能涂山童感觉可以配一配，来吧，8+6最多14技能给。有没有相同的召唤兽？就11技能成长 1.2 以上，资质咱们不看啊，全是吸血鬼。目前来说藏宝阁的话没有画魂，那咱们这画魂的话应该是排得上名号。你们觉得在中原区11技能画魂能卖多少钱？